今日何？当欠中一切。当欠中一切。地主上发华经。地主上发华经。未解经义。未解经义。心上忧郁。经义啊，心上忧郁。何上帝为公大？何上帝为公大？愿得足经中义理。愿落雪经中义理，思发发达，发即心达，入心不达，内心不达，根本无疑，根本无疑，内心自疑，内心自疑，内念上经，内念上经。以何为宗？达我。学人精神暗顿。学人精神暗顿。将来但依文常念。将来但依文常念。去依一种处。去依一种处。哦，即马发展呢，听到幼稚呢，慈悲安尼来讲。
己感觉讲吼足欠啊，而且嘛足不足的啦。所以就讲吼，家己的归了人吼，家己知影啦。什么细细小的讲，安尼家归了人，安尼知影。也未拜见祖师的时阵，咱足够，伊是拜见了，我知影讲哦，原来吼，咱家己过身咧济，咱都知吼。所以讲咧，将来拢是语文咧读落尔啦，免哪会知影讲伊的吼气量，知影啦。这是咱咧读落尔啦吼，那有做咧？讲来话，啊，书画，书画。我不识文字，秘气出经，秘气出经，上一遍，上一遍。我当为汝解说，我当为汝解说。发达者高声念经，发达者高声念经。自披如品，自披如品。书画，书画，字。出经原来以出今年出世为宗，众说道种譬如，众说道种譬如，众说有无法无处，有无法无处，何者引言？何者引言？经文，何者引言？诸佛世尊，诸佛世尊，唯一一大事引言。唯一大事因缘，故出现于世。哦，出现于世。一大事者，一大事者，不知地见也，不知地见也。世人外迷着相，世人外迷着相，内迷着空，内迷着空。六名无相理想。有灵以上理想，有空理空，有以空理空。即是内外不迷，即是内外不迷。若无处法，若无处法，一念心开，一念心开，是为开佛地见，是为开佛地见。心得，安尼分
定义。咱即讲袂使吼，无法当讲到即深，但是嘛袂使讲偏离。吼，无法当讲到讲吼随缘不随，但是伊迄个理念，你袂使甲偏离。所以讲吼，伊讲即个宗旨就是吼，以出世为宗啊，何家因缘呐，因果吼，因缘呐吼。诸佛世尊的第一代是因缘的故出现佛世，咱世尊呢，一代是因缘出世的这个世间，一代是因缘叫做什么？就是生死的，吼、哦，生死相关嘛。咱伫这世间啊，其实吼，咱先来讲，生命为了无重要啊，一口为了无来，就再见吼、哦。你世间你搁偌济财产吼，也是留了世间。你无法度能赞伊啊，所以讲吼，一代树因缘就是生死，生死吼，所以讲咱爱安怎，时时刻刻爱做生死挂伫心头。那如果咱来爱时时刻刻吼，把这个生死挂伫心头时，咱就努力吼，要安怎，要通够修咱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性，用这个耐心，用这个了了啦。人甲咱讲吼。明仔载先到，还是无常先到？各位先生，是明天先到，还是无常先到？无常，无常。你讲太过咩？无常。哦，讲太过咩？是无常先到，还是吼明仔载先到？讲太过。我后来讲一个实例吼，阮陪伊分享，吼，我讲啊，伊咧讲起吼，哦哦吼，人讲哦深可畏，我吼伊哩是。啊，当时所以吼，刚好会在讲经，啊，嘛捌听会在讲经。这个刚好伫遐古边吼，刚好有咱吼，咱着爱心者前线吼，伊去救着啦。啊，吼，他刚好去点着哦。伊像陈佩仪弹指吼，咧讲经，哦哦，啊，我着听佩仪到底是讲啥物？哎，哦，真正吼，有简单嘞吼，人讲吼，安尼伫细汉伫着种所学嘞吼，安尼讲吼，真正尤其是伊是本来伊着是做老师的，所以台风。有一天，哎，这个年轻人就是安尼嘛，礼拜四啊，咱这个是讲生死，生死相关。一拜四因呢，就是生死。哦，我今晚就要讲讲生死。伊咧分享就是讲吼，礼拜今晚吼，啊，拜六礼拜是不是讲，今晚年轻人拜六礼拜休工嘛吼，啊，拢无少少要去佚佗。所以应该吼，伊个学长啊，是深圳的学长吼，就讲要招去露营。啊，就是讲规个小家庭去招伊去，但是伊不配哦。哎，即届袂使哦，即届吼，因为吼，咱若拜六礼拜过前先了知影，拜六礼拜就是咱道场拢会开班，是无？而且伊即届伊要先生死要去开的即个班，伊讲啊，你即届袂使，然后咱袂使去投哦，因为即届咱要去开的班就是大忏悔班，就是讲咱前头一上了，弄一届一休一届。大忏悔班，所以你讲这个袂使哦，咱安尼你爱去参加大忏悔班。安先生讲啊，互你听我听好，袂使啦。一个人一生一届大忏悔班，就是生活慈悲，天人师德，要互咱呢，会当将咱累世所积来的业，透过着迄个因缘、迄个忏悔，会讲会当吼忏机，互咱重新做人，吼、哦。安尼，啊，所以呢，就甲伊讲，袂使，袂使，恁一届吼，袂使去佚佗，安尼。啊，即嘛吼，又落去入班啦，哎，甲讲，啊，你去入班吼，迄吼，你坐头前吼，啊，迄人，伊迄落有贵嘛，吼，像咱人生活上人吼，买落去啊，我见人都久哦，啊，而且吼，我手机啊吼，你爱关静音，无吼，安尼了完着你的迄个讲吼，上课的心，讲好好好，结果吼，又入班两工。但是阮配讲奇怪，因为手机也无互伊先生长伊家己奇怪，啊嘛拢学长吼，拢传简讯入来，啊就是无甲讲，你传到一个简讯，而且传到敢若足紧安尼啦，迄个吼，迄个伊就讲吼，啊，咱班迄种迄个啥，迄个 B 班的时阵吼，我阿哥讲是即阵阵咱讲是讲忏悔班，忏悔班啊，各位先生，咱老辛苦，让我们去参加个忏悔班啊。大忏悔班哦，
我想印象的是翕相，讲咱的电视，你看，刹那呀，所以我甲你讲，这个伊就讲吼，叫做讲，这佛经讲吼，一在思缘，就是世间世相，是一在思缘的就是世相。刹那讲了呀，伊搁伫个银行里面，佮在讲，你帮我拎一个吼，较水点，安尼调，佮变好，佮调啊水，佮个后边，然后是讲动。一年也真大。好、oh。
收到毕业啊。结果呢，迄个人摕五十万倒去，迄个啥物无偿就来啊，就是呢，我爸富雄买来甲撮倒，讲吼，你本来你的月收就够啊，因为你食菜，所以甲你添收，你即马甲咧讲倒买啊，所以安那，你爱再见，讲等等。讲等下，你给我一个时间，我明仔吼，来甲迄条我退倒，我五十万要你啦，你莫掠我去啊！我好好，我你去，去甲退倒。结果朋友来，朋友要退的时候，朋友讲啊，歹势，我已经离婚单，甲迄条我收去，啊收去也要退倒，所以是要退倒。但是呢，经过三天的再见，所以讲吼，生死相大啦，吼，才会讲。唯一大树因呢，出伫世上啊！迄大树因呢，就是呢，发的低价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吼，咱咪呢了解着，发的低价，就是讲呢，咱来吼，虚中实，爱慢慢行嘛，心内常常想讲，世间的一切万年，咱来伫咱心中解放下，甚至会当互咱世间呢一念不生，迄叫做正念。迄就是佛的智慧，吼、哦，就是了解着上真理真价，吼、哦。那呢，世人呢，外面就上，啊，内面就空。如果呢，咱的世间人就是拢吼，去学这外口的形象呢，白去啊。不过，咱吼，尤其是咱昆德啊，吼，迄个江师傅，我咧昆德吼，那去百货公司吼，看到衫。我穿的衫不水吼，还是来咱的单位衫嘛是济个，但是佫洗目睭拢会叫牵引，迄就是安。那是一种比如哦，我咱拢会去买伫外口上，就是会叫引诱去啦。伊正好啊，比如迄是一种，有个人吼叫外口上，形形色色的上是济啦，毋是干这个，是一种的比如，会叫买去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而且呢，万买得空。但是咱会讲安那讲吼，啊，唔免计较，有无？有人会讲啊，唔免计较啊，死了无一项是咱的啊，那叫做健康。但是呢，真真正正吼，若代志来的时阵哦，敢会计较？我有见，敢会计较？计较吧，我计较，咱就吃亏的嘛是无？嘛是用计较，就是表示讲吼，又是甲咱讲，讲咱就是吼，心口不一。嘴甲心上的无共款，无讲的无共款。咱咧讲吼啊，环境迄吼，迄无计较啦，迄无啥啦。不过咧，咱无影是真安尼做。所以讲，容易有上理想是上界理想的啦吼。而现实上呢，咱毋通伫自上，也无处上，只能理想。咱这个老师甲咱自比讲，讲普尔啊，小半道吼，差点小半道的当中啊吼。就是讲，咱修一切的善，就是所做一切的善事啦，吼。咱拢安怎，拢爱懂得，就是爱懂得安怎离一切相。就像这个六字讲，讲能够吼，会当无相离相。咱老师嘛安讲，讲你修这些的迄个善，你唔通去执着，你得爱离相。那你若执着的时阵呢？你若如果有执着，你永远的无法度通安怎明心见性。如果有呢，你有执着，所以呢，有执着呢，你的心就无清净啊。所以甲你讲，你无法度通明心见性，唯有是爱安怎理想，或者讲话讲吼，能非常理想是无执着。迄个离，唔是讲阿爸离开，唔是，是你的心无执着，安尼才是安怎明理的根本。这是咱老师吼、哦，这个我不敢自卑的。所以所有的圣人圣论，因讲的理是拢相通的，吼、哦，拢相通的吼、哦。所以讲，下面过来讲，用明理想，理想无空，理空吼。哦即句话不得，讲如果你若会当呢吼，伫迄个即地吼，伫迄个上呢，你不着相，啊，
过一关空的时阵，那安尼你才有法度吼，内感外，就是讲你无去用外口吼，你袂卖去，而且你的心嘛足清净吼。伫这个当中呢，你无去用这个内无去用执着狂灭去吼，伫这个形式上呢吼，远离无去用念着。啊，这个内呢吼，无真常实相呢，会当呢吼，无去落去观空哦，这叫做内归不变啦。就是你的心嘛都清净，你的外嘛无去哦，即外口的形形色色去念着，啊，这个、心嘛无去吼断灭去吼，这叫做呢吼、哦，真正的不变来啦。用无处法啊吼，一念心开，思维开阔的地界。讲咱来当领悟这个无生的佛法，就是讲最上生的佛法啊。只要咱来当一念心开，就是讲一心会当领悟，这就是佛的地界。这才是佛的地界，佛的地界就是正念啦吼。分有隔业，分为四门，分为隔地界，开隔地界，是隔地界，是隔地界，我隔地界，我隔地界，入隔地界，入隔地界，入门开始，入门开始。天灵五日，即觉地界，即觉地界，本来真实，本来真实，二得出现，二得出现，逆哦，逆性物，逆性物，错盖经义，错盖经义，见他德，见他德，开示五日，开示五日。就是佛之地界，我辈无分，我辈无分，欲作出界，欲作出界，乃是谤经非佛也，乃是谤经非佛也。好，好，好，就是吼，迄国台语国无准啦吼，过时啦吼。讲佛呢吼，有界，讲这个界就是呢。像这个觉，就是咱迄个不生不灭的不生。时时刻刻，如果咱时常吼，咱如果吼，伫咱厝的当中，那经营的时阵，咱就爱家己，咱的心嘛先放下，一念不生。咱若如果常常安尼做的时阵呢，吼，伊讲咱会安那，咱会当吼，会当产生着咱迄种时间若久，咱自然就产生着咱的智慧。因为有发这智慧，就领悟了真理。哦，啊，你领悟一领悟了真理，咱就会定力。所以有迄定力，咱就发到来讲真理，去跟他深诶深入啦吼，叫做互动。所以呢，咱有用做功夫来讲吼，素闻觉知啦吼，启发着觉知诶正知正见，啊是。道甲遮个正知正见，吼，伊才有开始五力，吼，所以吼，啊，即两点就是讲，开启着呢，开发着智者，你就是呢，吼，觉者，就是个佛，咱已经是佛啦，因为，那么佛犹如觉，吼，啊，所以才讲开始五力嘛，吼，启发着觉者个正知正见，是道甲遮个正知正。了悟觉知的正知正见，是缘觉知的正知正见，叫做开示五力，吼、哦，这个开示五力。所以呢，假设咱伫修烦恼的过程当中，吼、哦，咱来当吼听闻真理佛法，会当来启发着家己自
吼，开始嘛吼，它表示开始嘛是，值得发展地位叫做自主性。经营了悟了真空实相的本体叫做自觉性。是因地位分配显现的作用叫做究竟性，叫做开始五力。我们就这句搁跟分享一个故事。他说咱伫修办的过程当中，听见就是讲听到这真理佛法，咱会当体发到咱家己自信中迄个地位，才叫做自发性。哦，迄个本身呢，这个是这个。这开始五力是爱咱家己开的哦，别人是无法度通咱帮不上的哦，吼、哦，所以吼，咱今日干都讲强讲一下。假使你伫修办过程当中，听闻了真理无关，你会当体发到你自性发展，叫做自发性。那是就是讲呢，吼、哦，你会当以你的发展智慧。是得你家己的发展地位叫做自主性。那经营了悟了真空的实相分配叫做自觉性。是因地位分配显露的作用叫做究竟性。所以叫做开始五力。所以就做大一分为四分，就是讲开觉知见思。我各地的你各地的叫做开始五力。那这个开始五力是怎样呢？要各地开，不是靠别人，别人无法度帮不上嘛。因为这要靠各地去体悟的，就咱之前我讲的，你哪有能体悟偌济，就是你的，你体悟会出来，因为佛法的千顺吼，无法度像咱付钱的，无法度安尼保障。心活的吼，咱去听吼，所以嘛希望咱各位前选吼，家己去听吼，吼。那这六文吼，六文开始变灵吼，变灵五力即开即觉知见，本来真性就当出现，吼，就当真性来出现啦，吼。就是讲，你若真正有法度呢吼，开始五力的时阵，你真正就不管吼，我跟咱分享的，你有法度真正是你家己本身哦，开始五力的话，你变灵六尘来讲，六尘开始变灵五力，你有法度已经五力五了的，各地界就是讲，由你本身中所留知影迄个正知正见。本来真性，就是讲你本来所具备迄个性，就显现啊，就出现啊。所以这是对外口啦，是对你内在，吼、哦，你地位显露出来，所以讲你的出现，你就显露出来，吼、哦。你的你的讲啥，而且会你家讲，怒吼，我爱自己觉得，啊，你吗？我以为我拢看无怪事，你吼、哦，你新闻测盖经营，见他的开始功力，自是不知意的莫怪无分，要做出盖乃是放烟灰不扬。就是讲呢，你看到吼、哦，人讲吼开始功力，你讲吼、哦、自是讲不能理解，吼、哦，要做甲咱讲，讲迄个开始功力，不能讲的开始功力。吼、哦，是佛的知见咧，甲你讲。如果你若是讲是佛咧讲吼，迄个佛咧讲我不听啊。我开始五力是咧讲我不听啊。那安尼吼，你着去测盖佛念经，就是无迄个讲，唔是这个意思啦。佛咧讲开始五力是咧讲自是佛之知见，是你家己，你家己的，唔是讲吼，迄个讲吼外口。吼、哦，是这即当只吼，佛法安尼讲吼，因为吼、哦，即经文吼，伊是佛法吼，嘛接触到侪，即开始五念吼，即吼较深，因为即个平常时个道理吼，较少听滴，够侪，咱听滴有够熟悉，熟悉吼，因为吼、哦。
伊这吼就是咧讲到咱的本体吼，就是讲，他说你伫修法的话，我跟咱分享，他说你伫修法过程中听闻真理，吼，你会当启发你家己自性的法则，就是讲你的智慧会当起来，你的心灯，那从咱来讲，你家己的心灯会当起来的时阵，叫做自发性。那呢是，就是讲你会当吼，你就讲取得你法则的智慧，叫做自主性，又会当了悟哦，原来我有一个真好实相的本体，叫做自觉性。啊，会当实行智慧本体天道，就是讲，你叫做作用啊，吼，叫做究竟性，吼，叫做开始无力。所以呢，有一个人讲，讲如果你若当安尼时阵呢，你闻到你家己已经会当了解叫做本来真性，你有到体悟到，叫做理得出现，就是你已经家己迄个本性会当了解体悟啊。啊，嘛无，你唔通去测代着，因为讲哦，哇，伊咧讲的开始五日是咧讲哦，就是讲，咱咧讲哦，有听，其实是咱家己本身就有一个骨的底价，吼，骨的底价就是咱的性命，吼。所以讲吼，幼稚甲咱讲，讲吼，你呐如果呢，讲吼，也就是骨的底价，吼，那咱那就是讲因呐，你唔答应。我是咧讲咱家己当作是咧讲佛的事，安尼就是咧讲经归佛呀。我从我们这头讲的，那那个是我妈在那个讲的，我跟她讲的，那边她在分享的。哦，因为这个经哈，这就是讲一直咧甲它引导，那边如何会当体会到咱的自性当中？就是讲，咱时时刻刻在咱的日常当中，咱要让咱的心会当清净。咱的心，迄颗心吼，会当清净，就是你本体本来是清净的。但是咱拄仔讲的，咱已经互世俗外伫欲伫外口的形象，对，去执着着呢。你着讲吼，你着讲，这个欲伫内底，你若外伫上吼，会安。我若在上安怎，就烦恼足济嘛。因为咧，哦，你着想要，哦，要烦恼足济是安怎？哦，咱可能对啊袂着啦，是安怎啊烦恼足济？啊，你若一个，伊着讲着啥，用迄种许款啦，着想啊，按话状况着讲吼，逐项拢无啦。像迄着讲啥，要自杀的人吼，伊着想袂通。一种的作欢乐的，作欢乐，那个着上。欲空的人吼，伊安那，所以咱即嘛袂使着上吼，使欲空。欲空的人，伊连伊生命当中无，所以你看自杀的人，伊他有咱大勇敢，就是安那，伊连伊讲都无希望啊，生命都无啦，所以伊迄个
想一定想说一定往后再想你有通吼要积极着，你爱卖积极，你就袂遐侪烦恼吼。所以伊伫咧甲阮讲，叫咱爱开阔个境界，就是讲爱有酒低境界，有通吼开迄个众生个境界吼。即吼讲经吼，就是吼较深，爱一定吼较嘛是吼。伫晋江吼，吼较无讲较深啊，吼较拢讲较浅，因为即经较深吼。你若讲上深个，伊拢讲咧较无听吼。你讲即深吼，有阵时啊就是听无，啊，但是咱各位先生，咱拢听经听。不能重名哦，你讲上浅来讲哦，啊讲较浅哦，啊讲得深哦，啊嘛无法当讲得深嘛。但是这吼讲实在啦，哦，哈拢听讲师讲，啊哈搁甲人来甲咱分享，啊嘛是伫个伫咱家己本身，咱去听讲讲啊对啦，这个人又直讲，啊咱搁透过讲吼，咱人讲啊咱搁开心安尼，甲咱分享。啊所以讲伫这个吼，学习的过程吼，难免吼有过失啦，啊所以讲。六子哈，那是要拜老祖的，那那是晋江哈，然后同样一直那个有做佛堂的时阵哈，那拢讲向六子哈，三几公，啊，那你家哈，好好好，求仙童慈悲哈，他下去了哈，啊，看我们各位亲贤的哦，好啊，你在西北桂林如果供养哈，也不少慈悲悲，你把各位亲贤的那哈，他纠正了哈，啊，那个在此感恩宣布一下。那下个礼拜一哈，礼拜三、礼拜五，今嘛不要开始呀。咱的各位前线，咱时间上来拄好，就是会当来遮吼。安尼讲有一个所在讲啊，咱来遐吼，开讲啊吼，也是讲一寡道理啦，也是来遮咧大家互动一下吼。这是咱会这边的慈悲啦吼，开辟一个地方啦吼。安尼以上吼，好了，咱就是到遮吼。啊，祝咱各位前线吼。Vamos lá, vamos lá.